观众朋友们，新浩威是昆仑决为大家带来的现场直播是 WF 2014年史上最强中泰王者之战的一场男子63.5公斤的自由搏击的超级战。红方是来自大东强搏击俱乐部的魏瑞，蓝方是Lerdsila。Lerdsila，观众朋友们对他是非常熟悉了，尤其是喜爱自由搏击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他和这个邓泽奇打过3番战。在美国，那么他现在拥有是 WF 的这条金腰带，但今天不是他的卫冕战，这一场超级战，因为他今天打的这是一个自由搏击的竞赛规则，而他拥有的，他那次是和邓泽奇是争夺的是纯泰式的规则那条金腰带。魏瑞虽然年轻，但是呢，在武林风已经4段时胜了，所以我们也值得期待他。魏瑞这边选手呢，以前也是练散打的，散打的，对，他以前是吉林队的这个队员，那么在辽阳体校训练了，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大东强搏击俱乐部。他可以说从一个散打运动员，现在是转型练这个自由搏击。对，这个散打运动员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你看他去年还参加了这个全运会的预选赛了，那么现在就该打自由搏击了。Lerdsila打得很放松，他和中国队这个中国的这个选手打过很多次，他也很熟悉的啊。但是他这种接腿的接腿出来真是太专业了，对，在空中就完成了。他这个非常典型，接腿一个过肩是夸一转背，但是这个现在勒德斯拉就还了颜色，他说你认为我不会吗？没想到这场比赛在第一轮比赛变成摔跤比赛了。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今天这场比赛这个超级的勒德斯拉这纯泰式的世界冠军变成个摔跤王了。自由搏击比赛更接近中国的散打比赛，现在是啊，所以说魏瑞还要利用一些这个拳法，魏瑞是个反架的选手，但他这样打就不行，就魏瑞这样打不行，要主动找机会打出自己的节奏来，对，打出自己的节奏来，因为毕竟Lerdsila的比赛经验太丰富，非常丰富，这个长裁判不会要对他进行那个。这个自由搏击比赛其实摔跤是不得分的，对，你像你可以接腿之后是连贯动作可以挑，对，是吧，你挑的动作一般不主张把你抱起来，对，不能我们说是过肩呀，类似那种就那就变成摔跤，对，那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护自己，双方打都比较松弛，这个观众朋友们，现在您看的这是青海卫视昆仑决武林风和这个泰国的马斯莫伊泰为您带来的，这是史上最强的中泰王者之战，这是一场超级战啊。Lerdsila的经验确实非常丰富，包括他控制这个距离，这个现在这个魏瑞呢，在心理上还是有点转身边拳，对，今天这个Lerdsila打得非常的放松，非常自信，我觉得魏瑞要发挥这个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对，打出自己的风格和节奏，因为他现在采用的全是一种防御的战术，不是主动进攻的一种战术，不管他的接腿摔也好，你包括刚才的这个正蹬也好，都是一种防御战术，不是主动的进攻的一种战术，要主动想办法打进去，对，要打进去，然后打进去还可以撤出来，对，中国散手这个节奏非常好，有时进去很快又退出来，对，其实我觉得对三分把握比较好的是方便，我的特别好，那个战术非常灵活。实际魏瑞啊，他是拳法是不错的，但是在今天这个比赛里面，他拳法就失效了，失效了，战术出来啊。你看他打得也不错，但一下还看不到他特别特长，对，就哪个是可以赢下这场比赛的，
看到勒德斯拉这个团队也很会给他加油。对，每一次勒德斯拉有好的这个漂亮进攻动作的时候，他就给他嗨嗨给他加油。哇，你看这个好像打到竞技部位。对，因为他是准备一个车拽腿，被这个勒德斯拉识破，接着勒德斯拉一个反击动作，从这个打进去了，打进去就碰了他的裆部。你看勒德斯拉反应多快，这是一个袭击动作啊。现在啊，魏瑞要敢于出他的后手拳，他现在往前传打完之后，他后拳就没动作。对，魏瑞现在还跟他拼膝，我觉得这个魏瑞没有找到自己最擅长的部分，是长处打对方的短处。而且这个勒德斯拉其实并没有特明显短处，也必须发挥自己的长处，应该打出自己的拳法来，我觉得。侧踹腿，这是散打的。对，这都属于一种防御的技术动作。如果你一直撤败也行啊，撤败完之后你接着后手有重拳跟上去也行。没有，现在啊魏瑞还是打得有点乱，他没有找着一个就是战胜对手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对，他没有清晰的战略意图。对对，教练希望他往里顶。是啊，我们从我们评论区看得听得很清楚。郭世杰也好，包郭苏威强都在底下喊，让他要往上顶，往上顶，顶着打，必须打进去，然后快速出自己的招。包括拳法应该是。如果你不敢顶着压迫着打，你就不管出动作，不管出动作，你想赢，概率肯定就很低。而且今天勒德斯拉状态其实非常放松。对，如果你打不出自己的长板，你看这样打就有机会了，看到没有？哎，对了，这样就有机会了，连续三次的带领，这个就有机会了。现在勒德斯拉拿出拳王的风范，给你打，给你打。这样很漂亮接腿，但是你接腿之后不能一个转身转体动作，这第二次发力是不允许的。他只能一次发力。一次发力可以，因为接腿之后做转体嘛，一个转体。这就不允许了。打拳，哎，还是打拳打得好。在第三回合，现在魏瑞发挥自己的特点，就是你的敢于出拳了。对，敢于出拳，要继续出拳，没有时间了。哎呀，拼膝这些东西都不行。对，像这种缠斗肯定不行。战术错误啊！刚才几个拳打得不错，接着啊。你要真。一直给这个勒德斯拉拼拳，勒德斯拉是怕的，是吧？因为你要邓紫棋再给他打的时候，就靠拳法。对，直接靠拳法。就靠拳法赢的。这一场也是靠拳法。对，那你现在要一味的不出拳，光出一种防御的动作，车踹腿再多也不行。没有用。我觉得事先战术贯就是设计的不好，他没有明确的战术思想，在拼实力。对，打拳其实教练很清楚的打拳，但是我们都看明白了，这是旁观者清。旁观者清，只有运动员自己有时候看不清。是啊，多打头，多打头。教练在压进去后手拳，敢一出动作，你看这个残暴是完全没有价值。现在观众朋友们看着，这是青海卫视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昆仑决的一场男子63.5公斤的超级战，这场自由搏击竞赛规则超战，蓝方是世界冠军勒德斯拉，红方是魏瑞，是双方的第三回合。魏瑞还是相对年轻，对，你看你贴这么近还要起侧踹腿，这个战打战对，应该是迅速出组合拳。实际勒德斯拉的他的力量并不大，对，他只是技术比较全面。对，他不像马库斯这样有绝对力量。这已经倒计时还剩最后的十秒，最后的十秒。你看，你进前目的不是礼貌。好，下面公布本场比赛的结果。一号裁判28-29 ，Judge number 1 28-29。二号裁判27-30。
Judge number two, 27-30. 三号裁判，28-30。Judge number three, 28-30. 裁判一致判定，比赛结果蓝方胜。And the winner is the blue collar fighter, the running world champion, Lerdsila Chumpairtour. 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世界自由搏击理事会排名委员会主席东尼陈和昆尚传媒董事长江华先生，为获胜的选手颁奖。